双板滑雪12个超难但非常有用的大神级练习，能做到的不足0.1%。重心的前后的变化是板子的弹性把你弹，重心前后移动，这些板子更好做，板子弹力这种感觉，很长时间也不累，收腿的感觉，纹道融合在日常滑行的黑道，那么高了，但是只需要有1.1D，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小回转和髋关节的联动、内刃。翻转脚腕只有一个翻转动作，要快速翻转，高频的翻转。现在呢，咱们抬起山下这只脚，注意脚腕、髋关节和膝盖的配合的快速的翻转。这个翻转基础上再加上旋转，共同完成。是在旋转，是在分离的，最难的点。两只脚一起动就是错的。注意这个单独旋转向外的旋转更难了。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之后，单独旋转加翻转，下面这只腿是主动的一个旋转，上身没有分离，下身这只腿抬起了之后旋转，承重100%在内外刃转换的翻腕，内刃到外刃的转换还需要练从内刃到外刃的转换，外刃回来之后就换腿，调整节奏之后奥利刃反攻，刃和刃的转换就会非常快，回转频率更高，变成了小回转，让点杖和 White Pattern 一样的，在更陡一点的坡上来做，是至关重要的技巧，适用在日常滑行之中。单脚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单脚的小回转，转腿的需要用一下 Arvin 走刃的，也可以摘掉一只脚。不仅是训练 Cross Thunder， 是在粉雪小回转或者滑鼓包，训练你两只脚单独的控制。一个时间差，结合点杖，好的训练 cross on 的脚单独的觉知，结合到日常滑行中。还有，欢迎回来，楚歌山里的一涛。今天咱们聊一下12个双板超难的大神级滑雪练习，能做到的1000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做到，而且能做好的，你滑雪一定是非常厉害了。这12个练习呢，有重心的转换的练习，有左右脚力量分配配合的练习，也有内外刃转换的练习。总之咱们双板滑雪在各种情况下用到的技巧，这12练习都会触及到。第一个练习是控制核心和重心前后移动的直线滑行的臀跳，可以一开始先在平地上先找一下感觉，然后再滑起来，然后再滑起来，在一个比较缓的坡度，然后直滑进行这个重心前后，要找到你重心前后挤压雪板，使雪板形变，然后雪板的力量，雪板的弹性去弹你的感觉，而不是用你的力量上下去跳，而是重心的前后的变化，当然也有重心上下起伏的变化了。这个动作是正常臀跳的基础，做好这个动作的话，你会感到重心前后，做好这个动作你会感到重心的前后的变化，你会更好的可以在出弯的时候重心往前。好，再做两个，稍微快一点，看找到重心前后移动那种感觉，是板子的弹性把你弹起来。臀跳这个动作在陡一点的坡上比在缓坡上更好做，用长一点的板子比用短板子更好。我这个160的小回转，如果要想拉起来的话，重心就得非常往后，如果是用170往上的话，我就不需要特别往后，就可以拉起板子，这样重心前后移动就不需要那么大，就做起来会省力很多。但是这个160的板子也可以做，短板子也可以做，因为粉雪板就更好做了，因为它更长，要就是接近1.9米或者1.9米以上的。然后滑起来的话它需要这个坡度稍微陡一点，红道或者黑道也可以，就可以把它运用在日常的滑行当中，在缓坡的时候就是这种直滑，因为它没有减速。第二个动作就是把直线的臀跳运用在正常的滑行换刃之中，变成正常臀跳，就是有左右换刃臀跳，把这个练好了之后，你重心就几乎不可能出现后坐的情况了，重心有一个前后的重，然后而且你要找到板子弹你这种感觉，要找到板子弹你，这样的话你会非常省力。如果你用腿的力量的话，你只是上下这么跳，而不是重心前后的跳，而且会非常累，用板子弹你的力量可以花很长时间也不累。好，前面这个需要稍微有点坡度，对，
在这里稍微有点坡度就可以，就可以比较好的做出来。需要稍微有点坡度，这个地方还是太缓了，而且有速度的配合。可以把这个臀跳运用在日常的小回转滑行当中，需要找一个坡度适中，不要太缓，但也不能特别陡的路来练这个。这里稍微陡一点也可以，就是运用在日常的小飞掌滑行当中，可以用在正常的小飞掌滑行当中。这个时候重心不仅有上下前后的移动，而且还有主动的收腿的感觉。线下面对面对你滑行的个人问题针对性教学，可以参加楚歌山里人线下训练营，单板、双板、各个水平、不同专题的训练营，可以关注楚歌山里人公号。好了，好，停下。日常滑行中也可以把臀跳融合进去，咱们现在就把臀跳融合在日常滑行这黑道。这条是披萨最陡的一条黑道，最陡的地方接近有40度吧。然后咱们这个地方把那个臀跳结合进去。日常用臀跳滑小回转的时候就没必要跳那么高了，但是只需要有一点离地，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小回转滑的非常非常舒服。好，停一下，停一下。接下来的练习是平行式进阶最重要的练习演化而来，也就是横滑降和斜滑降。横滑降呢是翻脚腕、翻脚踝和髋关节的联动，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加上脚腕的旋转。斜滑降呢有只有翻脚腕的斜滑降，也有加上脚腕和髋关节旋转的斜滑降。然后咱们第三个练习就是这些横滑降、斜滑降的一个升级版，但是会难的非常多，就是用单脚。用单脚，先用山下脚的这个内刃来去做这个斜滑降，但是翻脚腕了，脚腕只有这样的翻转的动作。来，第三个练习，只有翻转的，用一只脚翻转，这个需要找一个陡面，我像我现在在黑道上就非常好。一侧做完了，再做另一侧，只是脚翻转黑道上去做。
这个动作最好手稍微抖一点，因为如果雪比较厚缓一点的话就马上就停住了，就在这个黑道上练就比较好，然后脚腕要快速去翻转，要非常的灵活。旋转的话就是之后的练习了。好，来往前一点，这边有点缓。第三个练习是练单脚山下脚的内刃，脚腕只有一个翻转动作，要快速翻转，高频的翻转非常重要。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动作对他来说还是太简单，那咱们就来第四个动作。第四个动作呢，那你就是抬起，刚才是抬起山上这只脚，现在呢咱们抬起山下这只脚，然后还是用脚腕和髋关节来翻转，注意是翻转不是旋转，高频的去翻转。这时候是抬起这个山下这只脚，用山上这只脚，这就比刚才那个动作难的非常多了。翻转这个山上这只脚的外刃，也需要到稍微抖一点，也需要到最好到一个黑道上，然后两侧来交替去做。这个动作能做好了之后，你的那个山上的这只脚就可以和山下脚同步，而且你的外刃也可以比较好的运用。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动作，需要去多练。也是要注意脚腕快速去翻转。这个动作对很多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的难了，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可以算是基本功吧，算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基本功。要注意脚腕、髋关节和膝盖的配合的快速的翻转，注意这里只是一个翻转动作，没有旋转动作。然后咱们第四个动作完了就是第五个动作，第五动作就是在翻转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一个旋转动作。这个旋转动作由脚踝完成，但又不仅由脚踝完成，更多的呢还需要你的髋关节来参与。你看，在你这个翻转的基础上，在你这个翻转的基础上再加上旋转，这个旋转由脚踝，然后还有你的髋关节，脚踝和髋关节共同完成。这个就相当于标枪弯，你看，先做山下这只脚，抬起山上这只脚做这个内刃，内刃会比外刃都会简单一些，也需要到稍微抖一点。这一块是黑道，接下来的红道，但是坡度跟黑道也差不多，在这儿练就可以。来，抬起一只脚，然后注意这个旋转，要注意这个旋转，就是山下这只脚再抬起来，这只脚下面做交叉，就像标枪，这是标枪弯一样。他注意抬一只脚，山上这只脚上做交叉，髋关节和脚腕在这里旋转做交叉。抬一只脚和上下身是不分离的，抬起来这只是和上身不分离的，下身这只就是成立这只脚是在旋转，是在分离的。这是最难的点，如果你两只脚一起动就是错的。来，再反方向。注意这个单独旋转的动作，旋转和翻转，翻转是一定会出现的，然后这里更多的是要注意旋转的动作。这个旋转动作也就是搓雪，这个动作是非常难的，就是单脚的搓雪这个动作，尤其在陡坡上，陡坡像这种陡坡烂雪，搓雪动作是非常难做的，主动的一个旋转动作。来，主动的去做这个旋转的动作，这个主动去找这个旋转的这个感觉。好，然后第六个动作呢，同样咱刚才是抬起这个山上这只脚，咱们现在抬起山下这只脚，用山上这只脚的就是单脚的外刃来去做翻转和旋转同步的这个动作。然后你旋转的话，你看这个脚有一个就是外侧就这样向外的旋转动作，这个动作是更难的。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外刃的运用，包括你的旋转，然后包括你的单脚，都一步一步就可以这样练成了。
然后这个动作非常难，能做出来的人反正很少的。来，注意注意看啊，也需要，也哎呀，也需要，来，也需要找一个稍微陡一点的，但这个比较难，就普通的红道的坡度就可以，普通红道的坡度就可以来找这个内侧角吧，单独旋转加翻转，和刚才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带一个翻转的感觉，和刚才的翻转不一样，这里要更多的找一个旋转的感觉，翻转是一定有的，翻转是利刃，然后旋转呢是搓雪，利刃更简单，搓雪会更难，去找这个三只脚的这个翻转加旋转的感觉，一定要仔细去看。这个风有点大，然后一定要找这个翻转加旋转的感觉，仔细去看我的这个脚腕的这个翻转。这个地方有点窄，稍微找一个宽一点的地方就会更好。好，第七个动作就是标枪弯了。标枪弯比刚才第六个动作用外刃的那个标枪海浪弯反而还更简单。它因为这是完整的一个，就是出现换腿，而没有出现一个内刃的外刃的转换。然后，但是需要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这个下面这只腿是主动的一个旋转，然后山上这只腿就是抬起来这只腿，就是和上身没有分离，下身这只腿需要主动的旋转，然后出现了一个分离。然后来咱们做一下。抬起了之后旋转，板子在下面交叉，旋转髋关节。线下面对面对你滑行的个人问题针对性教学，可以参加楚歌山里人线下训练营，单板、双板各个水平不同专题的训练营，可以关注楚歌山里人公号。注意髋关节的主动旋转，
第八步是带内外刃转换的中级版褐弯。咱们做褐弯简单的呢，是这个弯转过来了之后，就是已经挂上了咱们的内刃之后，然后把这个内板抬起来，让内板的就是外侧的就是板尖去点这个地，然后滑滑完了之后，再出现换刃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雪板放下转过来之后再抬起另外一只板。就是咱先做一些简单的褐弯，你看就这样，就这样转过来之后挂上刃之后再抬起来，然后放下转弯，然后转过来之后再抬起来，这是最简单的。这个在平行式练习之前，就是在完全平行之前，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练习你这个山下脚承重100%，然后转过来之后再抬起来，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第八步呢，咱们讲这个褐弯呢是带内外刃转换的，就你看，先把这个板子抬起来，然后再转，就是抬起来的时候，你刚抬起来的时候，其实抬的是山下脚，然后再转换成把这个山下脚转换成山上脚。有内外刃转换的褐弯，就是咱们这个板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左脚，然后这个左脚这个板子还是它的外刃的时候，我就把山下脚抬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再通过一个褐弯的一个就是翻腕进行让它这个内从那个外刃到内刃的转换，然后就你看就让抬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褐弯，但需要有点速度。然后咱们到这边来做一下，这个也最好找一个就是陡一点的蓝道，或者是就是正常的或者缓一点的红道也可以。你看就这样，先让它抬起来这只脚，然后再形成一个转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褐弯。你看这个，我现在往这边走，然后再形成一个转换，这个能看出区别吧？就是之前呢是转过来之后再抬起来，这没有任何难度，但是我们现在是先抬起来再转换，能看出来这个区别吗？就是转换的时候，我先是抬起来，刚抬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把山下脚抬起来，然后再转换把山下脚转换成山上脚，然后这样的一个动作需要有一个速度的一个配合。你看这样抬起来，然后转换，然后这个时候再抬起来再进行一个转换，然后做这个转换，这个内外刃的转换，然后再做这样转换，这个应该很好能看出来吧。当你这个板子越往侧面去朝的话，这个难度越大。你看这个它需要一个速度，如果你速度太慢也不行，它有一个内外刃转换那个感觉。而且你这个外刃的越高的话，你这个转换的难度也就越大。而且你做熟练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可以在其实在可以任何的坡度上，你都可以做这个全幅的褐弯，完全体的褐弯。你看这样，我这样往这边还是外刃的时候，然后出现一个转换，而且这个刃斜的越多的，对它练的技术是越强的。你看抬起来的时候山下脚，然后转换成山上脚，山下脚抬起，转换成山上脚，然后抬起山下脚，转换成山上脚，抬起山下脚，转换成山上脚，这有一个刃和刃之间的转换，这是完整版的褐弯。这个做好了之后，你就是会了外刃到内刃的转换，然后咱们之后还有练习你内刃到外刃的转换。当你单脚的内刃到外刃，外刃到内刃都可以做了，你就可以完全的非常流畅的单脚滑行了。你看他找到这个节奏是非常轻松的。好，咱们再上到高的地方再去做其他的练习。抬起山下脚，然后转换，再抬山下脚，再进行转换，提前进入这个完整的褐弯，有一个山下脚到山上脚的转换的过程，就是你成立的这只脚有个
外刃到内刃的转换那个过程。线下面对面对你滑行的个人问题针对性教学，可以参加楚歌山里人线下训练营，单板、双板各个水平不同专题的训练营，可以关注楚歌山里人公号。抬起山上脚，转换到山；抬起山下脚，转换为山上脚；抬起山下脚，转换为山上脚。注意这个转换是最重要的。注意侧弯的山上山下刃的转换，内外刃的转换。内刃到外刃的转换，外刃到内刃的转换。注意这个完整版的侧弯，这个刃和刃的转换。配合点照。第八步完全侧弯，咱们练了从外刃到内刃的转换，然后咱们还需要练从内刃到外刃的转换，这就是第九步 wet pass turn。 这个动作呢，就是 wet pass turn 一开始是先回转稍微大一点，速度高一点，这样借助腿的动作，然后更容易的从内刃转换到外刃，然后每一个都是从内刃做外刃，外刃外刃回来之后就换腿，然后换到另外的一个内刃，再换到外刃，然后咱们再做一下，这个需要有点速度，然后蓝道也可以，红道也没有关系，但是需要那个这个需要走一点刃，然后 carving 一点，然后就可以做出来，然后需要有点速度，有点速度之后呢，然后抬起来，这样两侧，哎，然后这样两侧。两侧的刃进行转换，内刃到外刃的转换，内刃到外刃的转换，每一个刃都是内刃到外刃的转换，这样就相当于咱们在换刃的过程中只做内刃到外刃的转换。 wet pass turn 需要一些速度，然后在速度基础上就可以很容易的这个内刃到外刃的转换，然后找到一种节奏之后，找到一种节奏之后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做了。这一块是比较陡的红道了，然后在一开始可以在缓一点的红道上做，但是熟练了之后就是在陡的红道上也是可以做的，甚至在黑道上也可以做。这一块又稍微缓一点，然后缓的话会更容易做一些。缓一点，缓的话它速度稍微低一点，然后还是需要有更多的速度，这样比较好做。而且这个滑行的轨迹是一个走刃的，然后第十个练习呢就需要稍微更陡一点的坡，然后咱们再往下把这个缓的这个地方这个 wet pass turn 做好，再练熟练一点。然后这有一个，它这个你找到这种规则，找到这种节奏之后就非常好去做，而且像这种反红道是非常好练的。这个 wet pass turn 你看这全程都是在走刃的，全程都是在走刃的这个过程。
这有一个比较大的反攻，然后高立刃进行一个全程走刃的 back pattern。 你看这，哎呀，这个小心这个裤腿不要勾住，刚才差点勾住，就是差点摔倒，就是那个 skate breaker， 就是滑雪的止滑器，它有可能会把你的这个勾住，要注意这个 wet pattern。 你看找到这个节奏了之后，任何刃的转换就会非常快，然后咱们慢慢就越来越陡了，然后咱们就可以做第十一步。这个地方越来越陡了，是陡红道或者黑道的水平，咱们就可以做这个 wet pattern 升级版，就是小回转的 wet pattern， 或者可以说是反向的点杖褐弯，就是其实和 wet pattern 的原理是一样的，但只不过这个回转的频率更高，变成了小回转，然后它的动作也会更加的好看，然后会更加的自如。和 wet pattern 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我们需要在更陡一点的坡上来做，然后这样我们需要结合速度和坡度，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当然还需要点杖，点杖是至关重要的技巧，之前拍了很多点杖的内容，可以去看一下。你看这个动作，这个地方可以在陡坡，可以在鼓包，可以在任何雪道去做，这一块就非常陡了已经。你看这个就是内刃到外刃的小回转的转换的技巧这个做起来稍微有点累，但是节奏掌握好了也是不错的。然后来再来一点，下面又陡一点了好累啊！来再来，这可以把这个动作也是可以适用在日常滑行之中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之后感觉非常好的。之后就可以做完全单。真是累死了，连续滑这一趟。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刚才的就是完整的褐弯，再加上刚才这个褐弯反向褐弯这个点杖小回转 wet pattern 这个升级版，这两个练好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外刃到内刃转换，以及内刃到外刃转换，而做好了之后都可以以小回转的形式滑出来。然后咱们呢，就第十一步就是完全单脚，就是既可以那个小回转，也可以 carrying 的，咱们需要上去。但是一只脚的话，因为力量没有两只脚那么强，可以更累一些，就是单脚很容易一只脚很快就累了，所以说需要把那个力量再锻炼一点。走上去，十一步完全的单脚滑行，咱们既可以滑单脚的小回转，也可以滑单脚的大回转走刃，两只脚都要滑。其实如果把之上的十个练习都做好，单脚就没有，其实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走，主要是要把之上的练习循序渐进一定都要做好，就没那么难了。先做一下左脚，这一块是一个相对较陡的红道，然后这里就需要用到单脚的小回转点杖，然后如果是比较缓了，就可以用大回转，然后咱再做一下右脚。这块比较陡，相对陡一点红道，然后先用单脚。单脚的小回转，这右脚的，然后再用一下左脚。这个小回转需要用到转腿的技巧，
就是之前的那些步骤转腿的需要用一下。这一块就建筑比较缓了，然后咱们可以滑一下就是 carving 走刃的。线下面对面对你滑行的个人问题针对性教学，可以参加楚歌山里人线下训练营。单板、双板、各个水平、不同专题的训练营，可以关注楚歌山里人公号。好，然后再用左脚，左脚走下刃。好，再小回转一下，再大回转，看右脚，啊，大回转，好，小回转，哦，稍微控制点速度。左右脚交替，一只脚，就如果一直用单只脚的话非常累，所以练单脚的时候最好两只脚都穿上，以防你太累了这个雪道滑不下来。但如果这个雪道短的话，也可以摘掉一只脚，然后那样的话就会轻松很多。因为这个雪板还是挺重的，一个雪板2公斤多，啊，好重啊！这个脚容易抬不起来，啊，好累啊！第12步是双跳弯，在两只雪板换刃之间快速转换，哒哒从这边跳到另外一边，哒哒跳到那边。这个动作不仅是训练 cross under 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在你无论是在粉雪、小回转或者滑鼓包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更好的是呢，它可以训练你两只脚单独的控制、单独的觉知，以及你对刃和刃的转换的，就是单侧脚，就是每只脚单独的控制，非常好的一个练习。一开始呢，可以先就是在原地拿雪杖一撑，然后就这样跳一下，找一下这样的感觉，然后再运用在滑行当中。在滑行当中呢，两只脚快速转换，山下的这个内侧脚快速这样跳起，然后蹬出去，转换成下一个弯的外侧脚，然后同时呢，这个就上一个脚的外侧脚跟上。像形成一个哒哒这样跳过来，哒哒这样跳过来的一个动作。这个来，咱们做一下，要在空中完成这个脚和脚的交替，而且要就是两个脚要就是不是很同步的那种，就是有一个时间差，要结合点杖。可以非常好的训练 cross under， 以及你对两只脚单独的觉知。这个动作最好在陡一点的红道上来做。现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些雪包，但是这个 cross under 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去滑雪包的。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可以结合到日常滑行中的一个动作。
这个和臀跳都可以结合到日常的滑行当中。